安哥，这里有卖什么？这个卖哪个？这里啊，最出名的是哪一个？鸭煎、鸭煎、流沙包、煎蛋，嗯，咖喱包、咖喱包，前几脚还没有好，那个里面包包还有很多样还没好，这个煎完了，这个还没好，这个有。这个是烧包，烧包啊，所以这里全部是鸡肉啊，里面鸡肉这咖喱包。OK， 这个一头甜的，这个甜的 ，OK， 这个甜的，这个萝卜糕，这个烧麦，烧麦，虾卷，虾卷里面全部是鸡肉，虾卷里面有虾跟马蹄，虾跟马蹄啊，所以天天有开啊，这里，拜一没有，就是拜一，拜一没有，早上几点开？没有，下午四点，下午四点，烧麦完啊，烧麦完，九点半，九点半，我们这里是哪里啊，安哥？这个是这个地方是叫什么？三条路啊。啊，那个牌子，那个牌子，那个东西，一蹦什么？啊 ，OK。大碗宽的，大碗是大烧麦，要鸡肉了。